好啦，乡亲啊，还有这个养殖渔业嘛，再袂掉了。本地要销中国的石斑，即卖拢无路通去，加上餐厅的生意有够歹，连带嘛，互养殖渔业大受影响。讲一个月销售量，惨一声都达袂到，但是大家拢爱40万块的饲料费，嘛得要倒过咯。除了希望政府纾困提供到优惠的贷款之外，嘛欢迎咱的民众会当多多来订买。养殖业者一透早依然是开船来到上网啊，养殖区饲鱼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地区真侪海产餐厅的顾客减少真侪，加上原本主要销往中国的石斑，即马嘛无路通去。地区这饲鱼的业者因的业绩大受影响，业者嘛感觉真无奈。水产养殖是它影响非常大，跟去年相比的话，只剩下1-2成而已。其实无算真热成本，敢若是饲料费，都40万。业者敢来当硬提，虽然渔业署已经紧急提供予渔民一栋10万2000的隔离贷款，一栋是免利息钱，但恐惊也是无够，业者归去降价。找我买可以，我都能算便宜。现在景气这么不好，大家要互相把这个时间度过了。产业助力救济，也欢迎民众会当尽量来买一寡新鲜的渔货，增加销售。